3年美甲店老板经济独立 vlog。 早上好，微微们。昨天婆婆担任卖李笑祥等外套，一直像卖个 J 重底。昨天晚上旁边玩一车接着我，今天早上公公送我去，把我的电车推到里面充混电，怕下午回家撑不到脚。给顾客拍着他的穿戴甲，太空桥段。这一款是我朋友的，也是最近听火的耐心款。接个顾客，车里整个挂了一圈小瓷砖，光顾着忙了，地板刚刚才收拾完。又给我自己的小脸挂了一个紧致的笑妆容。中午来吃个汤，还有一个香肠。看我外甥的头发真的是太好看了，两个赞。休息了一会儿又开始忙忙忙了。不知道第几个顾客的指甲，这款我也很爱。我出来放放风，看见景区门口扔的花灯，来喝一杯咱家的变系神仙水，你自己包，想一起努力的也可。晚上到家和我一起干个杯，白白六杯。